接下来，我们唱一首《永远是朋友》，送给在座的每一位。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，将来都是我们的最最要好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尊贵的嘉宾，我们海南农垦同乡会的联谊会的代表，我们的梁德坤女士上台。我们有请我们的所有汉运的挚友、良师益友，我们的华姐姐上台，还有华姐姐的朋友一起上台，我们一起来合唱这首歌，也同时也照相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有请，请上来。另外，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喜欢我们，你们也可以上来跟我们一起唱这首歌，好不好？也留下你们最美好的倩影，好不好？观众朋友们，有响应的吗？有响应的，赶紧上来。好，所有的演职人员全部上台。我们海南的副会长，我们的梁德坤女士，还有我们的华姐姐，还有华姐姐的朋友一起上来。观众朋友们，有想祝我们最好的朋友吗？也欢迎你们一起来，《永远是朋友》这首歌，咱们大家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好，有请。
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在座的每一位。今天我们收下了你们的掌声，也记下了你们的笑容。我们下次再会，7月12号，我们星光剧院见。12号同样的时间，我们星光剧院，北角的星光剧院。好，再见了，朋友们。